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带大家去一个秘境，就是普吉岛的一个无人海滩。据说不是很大，然后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人，去玩的人比较少。水是很清澈的，所以呢，我想带大家看一下。然后去这个秘境呢，必须是摩托车，汽车开不进去，所以我就想去看一下。带大家也同时欣赏一下真正的普吉岛，就是人很少的地方，水是很清澈的，很棒的。我们去看一下。这里完全是一条土路，就是开到海这里面更加都是土路，路都比较崎岖，所以摩托车开过去是比较方便，汽车你要有四轮驱动或者越野车你也可以开进去。好，看看下面，哇，这条路简直是全是土，非常不好走，所以建议就是四轮驱动比较好啊，因为是刚刚开发的一个地方，路还没有造好。这个是叫做 New Beach 啊，这条路感觉是从滑雪场滑下来的一样，哇，真的是，看这个地上这个，完全是骑，就是没有越野车是不可能的，骑摩托车都很辛苦，冰冰邦邦，冰冰邦邦这样。啊，这里就是这个秘境，这个 New Beach 啊，这上面这个泉水啊。都留在脚下，哦，超级滑。这个地方没有人，很少有人来，这老外会来，但是也不多。但是要来是要花钱的，它有门票费，竟然它是一个私人的地方。门票费100泰铢。哎，so cute， 哎 ，so cute。我早上白天来是非常棒的，非常棒的选择。这可能是其实是最值得来的一个海滩了，因为没有人，非常舒服，全就是说知道的人很少，老外全都是老外。这里螃蟹一定抓得到，因为这里是比较少有人的地方，晚上肯定没人。
啊，这里正进来遇到会一个会讲广东话的泰国人，啊，这里是，他说这个整个海滩都是私人的，就是一个老板，就而且这里的人全部都是，就是开进来的，晚上是不住人的，但这里很漂亮，这个海滩真的很漂亮，全是老外在这里，所以他们一般进来了就是待到晚上。但是呢，有一点就是，如果一下雨就要走，因为一下雨，这个如果雨很大的话，这个雨水啊就把路冲得很滑嘛，不容易走。就是说，所以下了雨就是最好就是你就走吧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那个潜水学校很不错，然后走出去就可以潜水了。我最喜欢去的就是那些秘境。啊，大家都去过的，我也不高兴去，因为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了。大家都知道，大家都拍了，那你多介绍一遍，少介绍一遍，其实是无所谓的。但是这种秘境真的很少见的。在这里泡着澡，看着下面游泳的小孩，女孩子的享受啊。再一个鸟窝，看看这块石头被风蚀成四片，还真有意思。然后它那边还有个羚羊呢。哇，这池子全是泥浆啊！哇，真的有意思。在这里要小心，因为水很多，穿的拖鞋有时候很滑，建议穿那种拖鞋，就是有头罩住的这种，底上面有东西，就是最好是橡皮的这种，因为的话这里太滑了，很容易摔倒。很多人他们是坐这种车下来的，有意思吧？好了，今天我就拍到这里吧。下一次来的时候，你们来的时候自己体验吧。这个岛，这个沙滩叫 Nui Beach，N-U-I Beach 啊。哎呀，你看看，我刚才打滑了一下摩托车滑倒了，因为下面都是泥嘛。车倒没问题，就是滑了一下，起也起不来，全是烂泥。好了，拖鞋也完了，现在我得再去买一双拖鞋了。今天现在只能赤脚回去了，本来我还想拍一张那个山，到山上去走一下，现在看来是不行了，因为这个路啊，摩托车开到这个泥浆里面就不动了，你知道吗？就起不起来了，然后就滑倒了。就是在泥浆里面打滑了啦。哎呀，还好没什么事。它有一条那个叫什么路来着，它有一条水泥的一条小很小的一条路，你那摩托车你要开的一定要速度稍微快一点，就不会粘在旁边那个泥里面了。这条有一条小道专门给那个越野车开过去的，
对吧？越野车它可以停下来慢慢开，我的摩托车一定要保持一点速度，不然的话就很容易滑倒嘛。我就是开得慢，然后就滑倒了。后来我一口气冲上来就没事了。哎，作孽作孽，就测了一下，就是没办法往前了。后来泰国人很好，来帮我把车从泥里面推出来，他自己也踩的全是泥，泥里面推出来，然后他再开车走。所以泰国这个地方就是一些人都很愿意帮助你的，你有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，他们当地人啊什么都会帮你一下。所以泰国这个民族我也是挺喜欢的，微笑民族嘛。哎呀，刚才真是惊啊，也不是惊，就是一下子没有掌握好，真的是一下子没有掌握好。然后他这个一滑，你看这个摩托车一带，这个身上的 T 恤全在泥浆。门口就现在有家饭店嘛，那我就来坐一下，来坐一下。好了，也算因祸得福了，现在直接坐到这个饭店里面来洗脚。洗完脚我点点菜，春卷来一个，风景又是一流的。前面那边是卡塔海滩，那边是卡塔海滩。春卷不错。远处这个云真的是，远处真的是乌云压顶，所以这个云我已经看到云中间在下雨，看到没有，这个云中间在下雨呢，而且这雨挺大的，这云会慢慢的可能就飘到我们这里来了，飘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就下大雨了。在做饮料，在打冰沙。我点的第二个菜，巴泰。巴泰就是，它是其实是一种炒面类的东西，但是它又不是真正的炒面，它是属于米粉炒面吧，米粉炒面。这是他们泰国的最有名的这个菜之一了，很好吃。看看刚才吃饭前面那个云还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，现在已经到面前来了。看看它这个雨，马上要下雨了，肯定马上下雨，我得赶快走了。这个确实很棒，这里，这里是一个咖啡馆，可以吃饭的。就在路边上面，很不错吧？看看我的摩托车。全是泥，正好下一场雨帮我洗了，马上雨就要飘到这里来了，我得走了。It's going to rain, eh? 好了，我得走了。起风了，果然。